然后我丈母娘看上了路边上的小黄车，想去试驾一下，于是我就扫了一辆，让她去体验一下。快快啊，我慢一点啊。嗯，你会不会刹车啊？可以落架。嗯。哎呀，这个要去，皮皮不让他骑，不，等一下摔了就麻烦了。还挺上路的啊，你看，皮皮还在打电话给家里面的阿姐啊，还有老丈人分享。这边晒的，没拿，没拿，快不有喝那个，没老板，面包是他们吧，太大了，可以做面包，嗯，好的了，啊，丈母娘又回来了，丈母娘回来了，喂，过来分享一下你的体验啊，真的迷了，然后又昏了，迷，是香烟来，买买。我们能源，我们能源，我们烧盘，让你叫不得不动气，让他弄。撒拜吧。可以吧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完了，停不下来了。根本就停不下来，他不愿意跟我们分享，只顾着自己玩呢。停不下来了，我天！完了，就说差不多了，叫他过来分享一下，结果停不下来了，他一个人。对啊，他不是不想停，他估计是不知道怎么停，完了，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刹车啊？啊，这下丈母娘终于找到了乐子啊，终于有乐趣了。娘，宝贝娘，娘咪发赖，宝贝娘。来来来来来。聊一聊他的感受，撒拜吧，撒拜，嗯，可落架吧，可落架，没那块被撕开嫩海面了，撕拜，撕拜大浪了，撒拜了，B， 好危险 B。来，我再扫一下，头盔已经放好了，总共是3.7元，共行驶了2公里，还算便宜啊。丈母娘刚下车就急着给家里面打电话，分享她的喜悦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乐趣。以后她要是无聊的话，我就给她租个车，让她到处跑。走吧。